接進級，多謝多謝老師，多謝多謝。哇，鬆曬啦，依家鬆曬啦，嗱，好感動啊！見到你有少少眼濕濕咁樣，係嘛？嗱，俾你冷靜下，聽下評審講咩先。點解會咁多盞燈著曬你？你係咪之前唱過㗎啦？呢只歌係啊，之前電視你海選係咪？海選海選。哦，都冇得輸啊！佢出第一句，我已經想撳。咁我睇下佢會唔會走音，我就唔撳啫。點知佢又唔走，咁啊撳落去咯。不過我覺得咧，唯一有少少，我覺得你啲高音咧。好嗌啊！係係，冇乜內容啊！我覺得你如果能夠喺你啲高音裏面再有故仔啲咧，我就感動啦！你啲歌我未感動嘅，但你真係唱得好好。多謝伍老師 ，thank you。阿 Harry 話你好嗌，我會話你係個喉嚨唔夠鬆去唱。咁其實當你喉嚨鬆啲嘅時候咧，你將個腦袋去諗畫面、諗故仔咧，你嗰個鬆嘅喉嚨發出嚟嘅高音咧。就會充滿咗故仔同埋感情，所以係爭呢啲少少啫。但你技術的確係好唔錯嘅，所以下次記住再將自己升級，就要做到我頭先講嘅嘢。知道，我會努力。技巧上面咧，阿嘉偉咧，我哋係冇懷疑嘅。只係咧，除咗頭先啊，阿伍老師啦，同埋張老師啦講嗰個感情方面咧，因為我哋可能聽翻啦，信樂團嘅版本啦，或者鄧紫棋嘅版本啦，佢嗰個嗌聲咧，其實佢係介乎係咧有少少嘅。聲勢力竭嗰種嗌法，你頭先可能就因為顧住咧嗰個音準咧，變咗你係會勒住咧嗰個感情，令到咧成首歌嘅感情咧個 dimension 咧係會被壓住咗嘅。另一樣咧，希望可以改善咧就係，如果成首歌嗰個嘅時代感咧再添多啲嘅話咧，咁成件事就非常好啦。多謝張老師。唔係，我覺得佢其實係唱得好好嘅，不過咧我又要讚一讚張家添老師，因為佢真係一個好識唱歌嘅人。我點解咧？因為頭先佢話佢去到高音部分咧，佢因為緊啊，咁變咗咧，佢就每一個粒音唱到好準咁樣出嚟，但佢冇咗層次。如果你把聲係鬆咗嘅話咧，你咪喺入邊好似山洞咁樣任你玩，咁你咪可以嗰個感動觸動力會更多咯。示範咩啊？示範個山洞咯，睇佢哋諗住。示範高音。示範我識嗰只歌，我冇得示範，但係咧用你自己嘅歌咯。佢而家嘥氣，嘥氣，好大個山洞啊！師兄，係咪咁啊？係咪要咁啦？咁啊，觸動力啦！因為佢喺個山洞裏邊係咁嘥氣，係咁嗌。去到嗰個高音部分，你變咗佢話齋嗰個冇咗故仔，冇咗感動觸動啊！係，因為啲高音係要一路唱緊，其實都能夠小心啲啊，小心啲啊！所以張家謙老師，我係好佩服㗎，真係。佢本身都係唱歌噶嘛，多謝，多多指教。
多謝，恭喜曬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